神游四海，应心灵，发扬宗教，传万世。咱观众朋友，在咱台湾的庙宇啊，所有的神明各有伊的神通啊。在咱宗教的信仰啊，咱应心灵也可以讲起来，也就是讲神甲人伊会通心灵。每一天看咱的节目，除了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咱阴面的身份，不只是要保庇你平安，也是你心内所要敬仰敬拜的神道。总是咱神游四海的节目啊，所为咱制作，予咱感觉啊，内心有一种信仰甲一个寄托。咱今日的节目嘛是继续要来看到咱台南啊安定所处的这个中兴宫啊，当年有300多年的历史，伊服侍是咱十二文王，但伊是无神像，只有是三支灵旗啊。咱千岁爷讲起啊，嘛是神威啊，真显赫啊。啊，咱观众朋友，三年一考的这个阎王照殿啊，啊，就来甲看卖啊。观众朋友，咱重兴宫吼，三年一考啦，做这个文王祭。啊，这文王祭呢，伫咧咱家吼，有一个叫做王照嘛吼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哎，伫我边啊，这吼，这位就是咱的副主位，咱的贾副主位吼。伊这往年咱的王尊啊，拢伊咧做的。咱即摆来甲访问者，哎，贾副主位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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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张主席，你好。是是是。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哎，咱请教者吼，咱这个王尊吼。哎。差不多自开始咱遮做这个文王祭以来，你已经过几只？哦，差不多伫咧十外只，我前五十外只哦，三年一变，三年一变，因为我十外只已经三四十年了。嘿，我59年，嘿，59年迄个军中退，60年退休倒来，嘿，啊，59年我请假倒来，我交老船长，嘿，吼，阮一个老船长，伊个是大人，吼，阵这个老船长已经八十几岁啊！哦，啊，伊是大人，我也是咱做中兴宫的，伊交予老船长。嗯、老船长伊的子弟对这咱这个船吼，伊这个制作、迄、那个制作较无啥兴趣。嘿，啊，买手59年，吼，我伫军中请假倒佚佗，啊，伫遐观摩，观摩了一段时间，吼，即卖变成讲伊就年迈啊，年迈伊想要退休，这个接班要交予我。啊，交我，我想讲啊，我着本地着做装潢诶，吼、哦，我着做木工诶装潢。啊，我想讲啊，我着做我本土。结果咱诶迄落新民吼，机动，伊着发出来讲，你无论咱怎，你一定爱接即个老船钓，即只咱潜水啊，即只船，吼、哦，继续落去做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着交老船钓继续做，买几颗过来，因为伊着年迈啊，每像啊我交班过来，在我诶手中、哦、可能是做五六颗过有啊，哦，吼，因为五六颗，我着当中兴宫的副主席啊，差不多伫咧要120栋啦，嗯嗯，吼，120栋啊，着三年一颗，所以啊，差不多五六颗的五六只的船过有，吼，迄是我本身亲身吼落去接棒的，啊，进前着交老船长继续做，嘿，哦，是安尼，所以进前啊已经做10几只了，有有，啊，交老船长做过安尼也算差不多。我都买5、6只，啊！老船长也差不多5、6只，买几十只咧。哦，安尼无简单哦。对对。现在做一只这个王船，差不多要偌久的时间？即摆是去看这个工作所几个师傅。嘿。吼，你若以两三个师傅的话，差不多要伫两三个月。两三个月哦。嘿，啊，两三个。伊都即摆王船，无，伊即摆就是对迄个初签。嘿。咱初签到迄个规个开工点眼，出河王船出水。安尼这段时间差不多要等2-3个月。哦，到底安怎做吼？吼，咱即马吼，麻烦咱的贾副主席吼，甲咱详细介绍者。咱这个中兴宫吼，这个王船的由来吼，头拄仔就讲起迄个乾隆时代的台江来遐对大陆吼过来，因为这个顾名思义，这个文王吼，就是咱专门来咱这个汉奸来受这个瘟疫吼。全部这个瘟疫全部收收的，吼上天泽去，吼人古早人讲好车降落来，歹车收起去，因为来卡伫咱中兴宫，所以今仔变成咱有啊捡起来来甲有道长，吼来甲祭祀，吼算搭小红印，吼搭小这个红印，全部这个瘟疫这三年来，
全部这个瘟疫吼来甲收着吼到尊顶去，尊顶去本地吼，合作了讲起了，拢对我放溪水楼吼，啊放溪水楼变成讲有些去卡了小枕头负担未起，所以就来改变毁坏吼，这个小王船就是讲因为伊都伫。底下来运王，就是咧专门收这个运力，吼，遮歹嘅物件全部收上船顶，吼，啊，陈水啊讲，吼，伊只兵书全部压上天泽，上天泽去哩，吼，啊，这个因为都他做讲伊放水流，所以买手单唔大概用毁坏，啊，因为总是咱嘅特殊，吼，就是拢用直接用钢诶，吼，用人力来钢去到。溪迄个闸门溪底来火化，吼，主要是瘟疫。啊，即卖来，伊十二瘟王是照轮流的，吼，一科咧做是十二瘟王拢完在做。不过，就像咱咧伫新冠第年的今年、旧年、明年，吼，所以三年一科，三年一科，变浪一科，一科三档，慢一科就爱变浪十二档，搁轮流。所以拢咱中兴宫拢无间断。这个由王船的由来，就是对大陆吼，卡在咱中兴宫吼，啊中这个中兴宫北边这个闸门溪边，较早是台江内海，啊咱庄民全部捡起个借借吼，爱着收瘟疫上天泽去吼，啊这个传统东西，当然咱要上上天泽，总是吼咱爱有只日常用品全部吼，啊加这个咱普渡。哦，总是甲人客请请，那上上天泽去哩。哦，主要是这个迄落祭奠，哦，这个就是安尼。但是这个工课由咱道长，哦，伊来主导，啊，咱建造委员会，哦，全部来甲这信徒来配合道长来做这件代志。所以三年一科，从拢无间断。所以从到乾隆到阵，咱这个。附近吼，会使讲上平安吼，不管啥物天灾地变，咱遮拢算上平安，都是总是王爷吼，文龙甲咱会当国泰民安，总是王爷文龙吼会当甲咱庇佑。看到咱副主委啊，为咱恁间介绍咱王船的由来。也是咪对咱的王船啊，伊的制作的过程啊，你有一点啊好奇，咱即马就继续甲看落去。副主委为咱制作的啊王船的过程，当然一个雷俗甲一个雷俗啊，拢有无同啊。也当然咱的王船啊，伊无同的所在啊，伊是三节的木材啊，啊所组合起来，王身的大小啊。也经过着咱的潜水啊，所指示啊，无论长甲宽、甲伊悬啊、甲伊前后的机构啊，拢是咱王爷所指定的。所以讲伊的寸尺啊，有特别啊，甲特殊。伫咱早期专门制作王船的师傅啊，因就知影，做王船会使用做庙的工课的人啊，比较比较袂当偷工减料啊。伊拢真辛苦，无论寸尺，啊，无论是材质啦，会当用尽力啊去完成啊。所以讲，亲像造船的这个任务啊，即拢加减啊积一寡功德啊。以咱如今的技术啊，包括咱下一代啊，会使讲无啥物种人有兴趣啊，继续要来传承啊，来学这种功夫啊。咱的天道万岁啊！伊降价要来支持，借着咱王船的啊经验丰富，也是咱社副主委啊，伊亲手啊来制作。